截至北京时间11时16分，已经成功开启气闸舱出舱舱门。目前呢，航天员陈冬已经出舱，蔡旭哲即将出舱，航天员刘洋在核心舱内配合支持。那在舱外活动期间，这两名出舱航天员将先后配合完成舱间连接装置安装、问天实验舱全景相机抬升等作业。这次也是我国航天员在空间站进行的第7次出舱活动，预计历时6.5个小时。